大家好，我是道士李九龙，我来自于全真教龙门派第22代传人啊，隶属于李字辈儿啊。我之前开发了一套普及传统文化的课程，叫3个小时学会看八字啊，大家反应非常的好。但是呢，我想了应该给大家分享更多一些关于经验类的东西啊，其实就是跟大家聊聊天儿，讲一讲传统文化的一些典故。今天跟大家聊一些关于周易的那些事儿。双胞胎为什么命运是不同的？前几天有一个朋友来找我，问我一件事儿，说这个双胞胎，一个离婚了，一个没有离婚，这是为什么呢？要按照道理来讲，双胞胎是在同一个时辰出生的，他们两个的八字是一样的，那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命运呢？这个我要跟大家分析一下啊，因为人生活在这个世上，离不开天时地利与人和的影响。所谓这个天时，就是我们大家都要被天上的星星啊，它的能量所辐射。那不同的星星照到大家，就会产生不同的事儿。那要说双胞胎，对吧？他俩的八字一样，都是相同的星星照到他，他应该发生同样的命运呢？为什么会不同呢？这个时候就要受到地利的影响，就是你所居住的环境的风水的影响。那你受到人和也会受到影响啊。比如说你身边的很多朋友闺蜜都离婚了，对不对？她来找你，也跟你说各种这个负面的信息，可能就对她造成了一些家庭的影响。但是据我的一个经验来讲啊，地利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就是我们所居住的环境对我们的命运。可以产生一些改变，因为他虽然是双胞胎，但是可能在长大以后在不同的这个家庭生活他居住的环境、周围的环境，包括屋子里边的一些摆放的物品，都会对他产生一些影响。那么这个地利对命运的影响具体怎么看呢？我们看地图大家都知道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这是上小学就学过了。但是看八字呢，是刚好相反，上边是南，下边是北，左边为东，右边为西，刚好相反那我们来打开咱们手机的浏览器或者是电脑的浏览器，输入 zydx.top 就是周易大学的简拼.top，这是咱们的一个排盘网站咱们在里边随便输入。一个八字，双胞胎，好，随便输入一个。OK，那么咱们来看一下，这个人呢，他的上边就是他的南方下边就是北方，左边是东方，右边是西方，那就屋里边摆放了一些什么物品呢？那这个一时半会儿给大家说不清楚我们在高级培训班里边会分享这个课程。那么，为什么他双胞胎一个离婚，一个不离婚呢？这个位置叫夫妻宫，对吧？之前的课程分享过，夫妻宫这个位置如果被刑冲迫害，遭到了损伤，那他是不是就会出现婚姻不顺利？那这个五都会和什么发生关系呢？首先，五味相合，合化，对不对？然后寅午戌可以合化。然后四五位可以合化，对不对？然后五五又自刑，子午又相冲，丑午又相害，卯午又相破。那如果在他的，你看，通过推理你就知道他这个位置是一个北方。如果他在家里的北边的房间放了一个什么呢？放了一个老鼠造型的物品，比如说米老鼠。比如说有那种装饰品小老鼠的装饰品，如果在这个房间里放了，北边的房间放了这个物品，那是不是就形成了子午相冲？子午相冲是不是损到了他的夫妻宫？那还有其他的关系呢？如果他是在北边的房间里放了一个羊，对不对？放了一个羊的装饰物品，五味合化。那可能他的另一半那这是个男同志，那可他出现了合化，那他的老婆可能在外边就出现了一个相好的，所以家里的东西是不能乱放的，你知道吧？特别是大家以后
也不要把八字随便的公布出来，不要随便的告诉人啊。你告诉别人，如果一个人懂周易八卦，他想害你，怎么害？就是用这种方法，偷偷的到你家啊去玩了，无意中在你家的房间某个位置放一个物品，放一个这种跟你的八字相冲的物品，那就会影响到你的家庭生活啊，那就会使你的婚姻感情不顺利。这个道理原理大家要明白。这个八字呢，通过一个八字实际上是可以看出它周围的物品的，可以看出它的很多的信息的啊。我给大家举几个案例，你看，这是来找我啊测算八字的一个命主啊，我通过他的八字分析出他左手有伤疤啊，就是他看了一下，哎，确实找到了伤疤。然后我问他脸上到脖子上有一个伤疤或者黑痣啊，脸上有黑痣啊，脖子上也有黑痣。然后呢，我问他左手的小拇指指尖跟无名指的第一个关节平行，哎，你看我给他发了一个这样的图，据他反馈回来的信息，是不是平行啊？大家看一下这里是不是平行的。那你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形成了八字，就会对你的一个命运产生影响，那么也会对你周围的环境产生影响。我们来给大家看另一个案例哈，大家看这个案例，我断他，我看他八字，我说他有鼻炎，他说这个有，我说你家北边的房间放了很多人物造型的物品啊，一群人的合影照片、娃娃、手办都算十几个，数量我都断出来了。然后据他的反馈，哎呀，这个你也能看出来。我说到底是个啥，你拍个照片我看看，很有可能有变形金刚、机甲战士。结果你看他发回来的一个这个反馈的信息，这里是不是照片合影啊？包括这里是不是照片的合影，包括这背后都是一群人在这儿照片的合影，对不对？包括这是不是娃娃啊？这是不是小娃娃？包括这个机器人啊，这是汽车，但是它是可以开着开着变成机甲战士啊，可以变成机器人那种汽车。所以你在你的这个房子啊居住了超过三年以上，你的能量就会对周围的物品产生很多的影响，很大的影响啊。你就可以通过八字可以测算出来你家里边摆放了什么物品，那有些物品可能对你是好的，那有些对物品可能对你是不好的。为什么双胞胎一个离婚了一个没离婚，那就可能他的夫妻宫所代表的那个房间里边放了一些物品，正好冲到了他的夫妻宫，把他冲离婚了啊。原理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所以今天就是分享这个啊，让大家明白啊。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改天再跟大家聊天，点赞转发功德无量。